这个车胎是三级方程式赛车的车胎，打压应该没有打过，但感觉是把力和打进去，因为澳门有赛车的比赛嘛，所以比较有这些车胎在里面，咔可以很舒服的把力穿进去，力也很轻松，一直穿进去的感觉很好啊，穿进去的感觉很好。拳一定要倒着才握拳，倒的时候才握拳进去，才力就进去。要有目标，哎，下面。